各位观众你们好，现在我的位置在三巴仔斜巷，这里有几间旧屋啦，都还有人住的，但这里直望回下去呢就是下环街，我们现在就向上行。这个叫太和行，这里有几间旧屋，应该是没人住的。呢度叫做六谷圍，門面保持得幾靚啊！前面这个拱墙呢叫做幻觉围，幻觉为什么有一条叫做幻觉围这个街名的呢？那可能真的以前挨住清朝嗰个年代多人食鸦片啊，鸦片馆多啊，咁啊葡萄牙应该同佢改名改咗，喺度乱咁上嘢，咪变咗幻觉啦又啊。呢間就是海星中學，我記得以前呢度好似係叫小學喎，而家做埋中學，好事啊！嗱，我哋個位置咧就係龍頭左巷，我哋行去睇下，前邊咧就係鄭家大屋。啊、今日都好啊，行街睇下都好啊。可能要掃健康碼。啊，睇下以前啲舊大屋嘅門神啊，門口地主。出到嚟就係花園啦，
以前的大户人家，荣禄帝，这里有一个花园，这是一个偏厅，这个古井啊，几得意喎！呢度政府未曾收翻嚟之前咧，听人讲咧，依间屋咧就好似一套戏咁样，住满诶，咩人都有，72家房客。咁你心目中想象嗰陣時個環境係點樣啦？咁啊間中呢度有啲樓咧係冧咗嘅，即係住唔到人嘅。而家政府全部修復曬啦。好啦，裏邊我哋就唔入去啦。行翻出嚟啦！好，我哋繼續行下呢個橫街啊！呢度叫做南墓位，呢度海星中学嘅后门啊。各位观众，我哋下一集再见，多谢。